没关系啊，真的没钱的话，就这张地图重玩就好了，不会破产呐、啊。破产你们抖内给我啊，我就重开地图啊，就有钱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，继续讲怎么规划哈。主要是这边嘛，然后这边也可以放，这边应该都是放电的东西吧？看一下哦。是吧？哦，诶，还蛮大的哦，哟、哎，很大哦，可以。我以为只到这边而已，所以我才把电厂盖这里。好丑哦！甲龙，三角龙。飞龙，这探索最高了，这边也有哎、欸，灵盗龙，这练灵吗？重庆、华阳，哦，都在中国、欸，哎呦。公开敛财，没关系，我们卖大便，大便有40块，你看抽取30块，我们还赚10块。小兰，哦，你是我没看电影啊，所以虽然我是一个不怕剧透的人啊，欸，这边超陡欸，他们有办法走，真的是觉得很猛欸，这块被我整到超陡的欸，你看它是整个斜的欸。不不，按错了。用小鱼。这样好多了，这样好多了。哇靠，总是很邪的哎、欸。哦，迅猛龙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去玩迅猛龙，不是玩迅猛龙，去 去探索迅猛。我看一下车在哪，车在这里，所以我可以拆掉自己改。有钱再说，有钱再说。哦，等一下要吃饭了，喂，饭来了。灰甲龙，甲龙，甲龙化石，啊，一样啊，我是。真的是想等到100趴再孵，可是会穷死，太贵了，好吧，他也不给我孵。好了，我们孵不起，我们就只能孵起这个，我们就是四驼龙的主题乐园。我有强迫症吗？欸，其实我有，我可以装作没有而已。经费不足，没有钱了。化石，哦，很坑地。啊，34块，要倒闭了，先存下档。嗯，存档，存档，存生涯，存，有哈基那么严重吗？你信不信可以，我也可以比哈基严重吗？我们两个都处女座，你想嘞？欸，至少有台湾好吗？你想想看哦，其实那时候我也知道啊。你看哦，其实地图上台湾没这么大，台湾大概
就是我滑鼠遮掉上半部，其实这么大而已。台湾没有这么大，至少它有把台湾用出来吧？搞不好台湾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台湾没恐龙啦，台湾太小了，而且台湾是那种是火山吧，还是什么？就是地震震起来的，你那个算是小岛。没有，我觉得台湾是从海底震起来的东西，所以台湾照理说啦，不会有恐龙。而且划分成大陆也是因为大灾变过后啊，大灾变是什么？魔兽世界是那个陨石砸下还是什么？不是吗？就是岛跟岛分开，来上历史课喽，这种历史很差。就是有说，你看这一边有没有跟这边很像？有没有？这个 S 型其实他们可以拼起来，会发现说就是其实以前是一块很大个大陆。然后就是分开这样子。台湾只有三叶虫，哎呀，台湾有蟑螂啊，蟑螂。继续做这个，这不算历史啊，这算是生物吧，所以对这个我还 OK 啊。历史那个就真的不行，历史很烂。新的城堡。嘿，我把这份合同交给你，龙王龙样本。我要龙王龙啊！不行，我们要龙王龙，我们要钱500块耶！收入是有理由的，大了钱越少了。放出令人安心太多了，买吧，大卖特卖吧。他刚说什么？快钱啊！取消抽取，卖掉才有钱。地图，我还有哪边可以去？没钱了。我钱呀！我们现在是副成长，副成长该怎么办呢？点心，还是换这个啊？啊，这个嘞，巨大牛排。有点心吧。不回一岛吗？好吧，我们回去吧，反正这边没有救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一岛会怎样吗？好，我们回去看一下吧。我很岛屿。千真石林上面有几只鸟？欸，我记得是几只？八只吗？还是九只？有三只是假扮的德鲁伊。一岛收益不会进来，分开的。分开的哦。这件事你帮得上吗？也应该帮忙。嗯，没发生什么东西啊。真真实灵，上面有几只鸟？没事啊，这边没有事啊。啊，我们回去好了、啊。我们不能逃避事实，我们要回来。好啦，播广告我们就要关台喽。所以真的是会有恐龙死掉之类的哦。哪边门没关？等一下，不要骗我哦！我书读的真的很少，不要骗我哦。评价，我记得我没开门呐、啊。你是说那个吧？养殖的门吗？养殖的门我是故意不关的啊。
对，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可以拍恐龙。吓死！今晚阿咪狗玩什么？应该是 Gambi 啦，就是那个小人大乱斗。领取奖励，有钱呐、啊！这样是不是也有啊？拍到两只。我大概看得出你想表现什么。你凶屁哦！没有钱。取回操纵权。我们没有钱，都是我在做梦。好穷哦！现在也没钱探勘啊，怎么办呢？想探勘赚钱差五块钱，越来越少钱了，可不可以借贷呀、啊？有没有可以借款的啊？你解任务了吗？包，你过去表现优异，所以我知道你最适合处理这份合同。放羊一斧，没钱呐、啊，要怎么赚呐、啊？会玩恐龙吗？我会想玩啊。那我卖便宜一点，好啦，便宜卖啦。那是多少？11块，3块。好，拍照。我跟你讲，拍照钱不够。我会尽所能的帮你，你也要尽你所能的帮助保安部门。建造研究中心，啊，我有研究中心啦、啊。没有吗？研究中心。重点是，大哥，没有钱，400块，没有钱。任务放弃放，我们可能真的要重来咯，我们没有钱咯。半兽二手恐龙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对哦，我可以卖恐龙诶，可是我没有直升机，亏，放弃。没有，可能太早盖发电厂了吧？这边就盖了一个发电厂了。我记得小雨好像昨天也是盖到没钱吧，然后就冲完。38越来越少了，欸，破产会怎样啊？不要好了，那我们重来吧，先存个档。储存，然后重来，重玩岛屿，确定？那没办法哎、欸，钱不能乱花，花太快耶，耶、yeah, ，钱不能花太快。而且前期我应该直接狂卖化石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应付史前生物太久，好啦，那就这样吧。这个画面储存，我们就是阿米狗结束后，我们继续。正如你所见，继续来玩这个。天气有点来修这边游戏。好啦，感谢各位。啊，晚点见，晚点见。